今天是整啊，是觉得在哪里见过你，还蛮面熟的。不知道哎，没有见过这个人。哎，你怎么看起来心情那么差？就最近试镜一直没有上。试镜？你的梦想是当演员哦？没事，我们也有梦想。我们的梦想是开一间可以尽情跳舞的酒吧，叫什么 ？Lucky，Lucky， 对，没听过。走，我们带你去看看。走啦，走啦，快点啦，去看一下啊。走吧，不看。啊，今天我们表演怎么样？不错啊，看你们表演越来越顺利，感觉粉丝也越来越多了吧？对啊，对啊，不错吧？这种生活应该不错。不过你们这样表演打算到什么时候？啊？什么意思？你们这次的梦想你忘记了吗？会放弃这种生活去追寻梦想的人才是白痴吧？对啊，所以我看起来像白痴吗？
不是啊，你不要看我们现在红了，然后自己试镜都没上，就在这边爽我吧。好啊，你要这样讲 OK 啊。Exhibition, oh.